那时带你练运球，这方法还真挺牛逼。最近世界杯风头正盛，很早就听说足球圈子里有一位老哥，他篮球打得也不错，今儿咱就看看这位是怎么带咱一起练运球的。以球场中场或罚球线的圆形为界，在圆弧任意点出发运球到圆的另外任意一点，到达边界后转身运球，以此往返在每个回合中分别练习胯下运球、背后运球、加速运球等基本运球动作大师级别的训练方法，帮你快速提高运球基本功。做完这组训练之后，再来几组快速冲刺运球训练，全场飞奔，不断变化运球节奏，模仿实战，分别练习胯下、背后等运球动作。兄弟们做的时候要量力而行啊，小心别把自己给整懵了，多多重复，百炼成钢，你就是下一个野球帝。像那时这样篮球足球水平都挺高的人，兄弟们还知道谁？以上动图来源于网络。